扯皮。你是看我们长大的吗？我是的。哇塞！因为我以前就是很爱看黑社会。你喜欢哪个弟弟？弟弟吗？对，帅的帅的弟弟，我想一下。男演男演，那个好像喜欢敖犬。合理。不是，张张。没事啊，这个颜值不行，还有我吧？没有进来。对啊，像敖犬以前真的最帅，还有呱呱也很帅。对，那时候想说，那时候看阿淼说，好啊，跟我同类型。越南胡志明市办的亚洲杯，台湾成绩最高的队伍炸鸡联盟，他们是亚军。当年的第一名是韩国队，然后这个炸鸡联盟的队长叫做庄志豪。哇塞！他的名字改了。2013年在胡志明市，张志豪是有史以来台湾最好的成绩，亚军。怎么好像是我前男友的名字？喂，豪哥，他现在聊得太开了，喂，太聊得太开了，不要许我。如果你去美国有去过美式餐厅，它有一道菜就叫 Bacon Bun， 这个就是 Bacon Bun。你要走一个长大的 Bacon Bun。是美食餐，你是没去过美国 ，America 你没去过，哦，真的哦，我没去过 LA， 所以我都有吃过培根大爆炸。你吃过这个培根大爆炸？日文是 bacon no oki no， oki no 蹦蹦，哈哈哈哈哈，蹦蹦，你确定吗？蹦蹦蹦蹦。